深度近视状况多 ，Apple 丢脸丢到家。之前近视有1200度，发现前面有一台车，很像是我朋友的车，就跟我男朋友讲说，哎，你扒他，你扒他，然后他都没有反应哦。后面我就看见车窗缓缓的摇下来，谁呀？我完全。你哪位？超丢脸。看完《黄金岁月》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台研生技绿米雅冠名赞助播出。